你刚才问什么我忘了。六大自家有自己的这种发挥表现。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先熟悉一下空间吧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到一号，然后那个风其实有点奇怪，然后加上下去热身的时候，其实有感觉上那个地板其实有点不太平，然后可能第二局的时候，白富他有稍微反应一下，可是好像没有什么作用。地板就是球场的地板，就是这边，这种国际赛你一两场都打不死的，你会觉得太难过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观众应该比较为难吧。也没有什么差别，跟昨天的想法差不多，就是因为我都很少打到他们，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想法。你又要打别人？我知道。